这是东南药服，是因为这个东南亚它这边一直在封锁 IP， 所以很久时间没有上来了。然后的话，明天5月4日是东南亚这个补偿，他们补偿了最后一天，现在是倒数第二天，如果没赶上来的话呢，我现在这个药水就领不了。可以去阿卡纳，三瓶药水，开复是239。好，现在就可以去莫拉斯。终于赶上时间。然后的话，他除了这些奖励之外，他还可以领声望，还有涅槃火焰的补偿，当然我好像用的不是很多，虽然也用过。涅槃火焰43分，然后升级还原器我也用过29分。然后的话，我龙船是没赶上时间了，龙船是本应该4月7号之前。没赶上时间，所以就没有领上。哎，这个补偿先拿到这里，我后面自己再领。